办？大宝，我很忙，我现在啊在澄海办红玉的事儿，可是呢我遇到点棘手的问题。什么事儿？你说吧。啊，这个我听说红玉已经批准转业了，我想你能不能想想办法把他给留下来？可能不好办，你再到别的单位挑吧，特种兵人才有的是吗？哎，您跟首长反映一下，我们想要红毅绝不仅仅因为他只是特种兵，更重要的呀是红毅呢有很多想法。他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？啊，干部转业工作是最难做的一件事儿了，好不容易批准转业了再给他弄回来，脑子进水了。再说了，他干嘛别人不要非要要红毅啊？他认为红毅最合适，而且做通了红毅的工作，还答应了红毅的什么条件呢？答应什么条件？那他没说。不过他一会儿过来找你。找我？找我也解决不了问题啊。他要来找我，你跟他说，说我已经出去了。哟，这个点儿可能已经进大院了。那你跟他说，说我不在。好。哎呀，韩连长，杨参谋，首长不在啊？对对，那个首长出去了，去哪儿啊？去司令员那儿。哎，不对呀，司令员不是下部队了吗？下部？哎呦，瞧我这记性。那个去政委那儿。去政委那儿了？开会啊？不是。哦，那就行。那我坐这儿等着啊。我稍微等他一会儿。啊，那行，那您在这儿坐。我去政委那儿给你看一眼，也行。正好我用一下你们这卫生间。哎哎，别，那个卫生间坏了，公务班一会儿就过来修。要不你要急的话，外面有个卫生间，咱们去外面东头。我倒不是很急，啊，卫生间哪儿坏了？要不我帮你们修修？哎，韩旅长，您这堂堂大旅长，我哪好意思让您修啊？我给你倒杯水吧。哎，不用了，我不喝水了，本身就想上厕所。那你去政委那儿吧，啊，等参谋长来了，我就跟他说两句话，啊，就两句话，您告诉我，我给你捎过去就可以了。如果能让你捎话的话，那昨天晚上打电话的时候，我不就跟你说了吗？我就是来呀，聆听首长的指示的。你赶紧去政委那儿，跟参谋长说一声，就说我到了，他心里就明白了。看看他们谈话的时间是不是长，要谈话时间太长了的话呢，我就不在这等了，我得拉油去。哎，那行，那咱们就这么定了。我去政委那儿给你看一眼，这个厕所咱们就别用了，坏了。要上厕所，外面东头有一个啊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啊。喂，您好。喂，参谋长吗？哦，不是参谋长，参谋长去政委那儿开会了。我就是政委。哟，您是政委啊？我是韩鹏，山报里的韩鹏。他说去您那儿了，您找他有急事啊？哎，政委，是我。你到我这儿来一趟。啊，行，我十分钟之后就过去。参谋长，你这屋机关暗道还不少呢。啊，从哪儿出来的您？坐。有什么事儿跟我说。首长，就是兵的事儿，要不然我也不会跑来亲自向您汇报。哎，您看看这个啊，我们转业不要的人到了地方，不出五天就立了功，省公安厅要给他上报公安部，给他立一等功呢。红毅确实是个人才啊，但走了也就走了，这是个教训，
部队培养一个尖子人才多不容易啊！啊，大笔一挥，说走就走了。我已经做通工作了，弘毅呢已经回心转意了，地方公安局工作也做通了。他们同意放人了？我们达成共识，竞争。已经转业的干部，我们还有什么竞争力啊？首长，弘毅啊并不想转业，而且有很多的想法，很多他在国际特种兵集训中总结出来的，有于我军特种兵作战中值得学习借鉴的经验和理论，因为种种原因得不到重视，得不到应用的推广而感到失望，一时冲动才提出转业要求的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的举荐我认同，但人毕竟已经走了。他没走，他在等着我们的回音呢。您看啊，这两篇呢是从国外军事网站上下载的两篇教案，外军特种兵学校专门把弘毅的教学方案和特种兵训练理论，尤其是适合亚洲人种兵员体质的独到的训练方法作为必修课程。这个可是墙内开花墙外香，确实不错，很有实用性。是啊，上次演习弘毅带着他特种兵大队全大队化了妆，千里激动到狼山，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，连基地导演组都不知道，又在535防线下面潜伏了6天7夜，我们浑然不知。这里边的技术难度、生理极限的考验、士兵训练的综合素质绝不一般，弘毅在这方面是绝对有才的，有我们苦苦研究而没有发现的成果。就这样放他走了，难道不是一种资源浪费吗？你说只跟我说两句话，现在说的可不止两句了。哎呀，其实就是两句，招才千方百计，弃才毫无顾忌，有才不懂珍惜，用才只重名气。你这可是四句。那个后边两句跟弘毅没关系，是我顺嘴说出来的。那这是指谁呢？我不确定啊，我只是说的一种现象。我马上要到政委那去开个会，有关你们山豹旅遇到的几个小问题，你们最好还是自己想办法解决，别一有什么事就去找首长。要断奶啊，现在我这儿先给你们断了。要明白一个道理，你们虽然是专业化蓝军，但是你们的生存环境还是在红军的势力范围之内，是一个娘奶大的孩子，适者生存啊。我走了。哎呦，我想带啊，我努力吧。你说我什么时候把这个少将的帽子给戴上了？我怎么知道啊？哦，对了，我憋了半天了，卫生间。哎，你说咱上厕所就不能去外面？肥水不流外人田啊。各位进来。参谋长，韩鹏去你那儿发牢骚了？牢骚倒没有，遇到些小困难。什么困难？原本想调909旅特种大队的弘毅到山豹旅，但是没想到弘毅啊已经转业了。